只有你发自内心的喜欢男主，才能写出好的桥段。眼睛闭上，想一想你最喜欢的东西，想到什么了？今天先不想吃。你要不要上车啊？我关门了。不可以就掉进你的怀里，让我开心或不开心都会是因为你。我是否太天真，不可能被你喜欢的，就算只有微笑的可能。剑仙，我喜欢你。如果爱不爱你都不由我自己，我可能太天真，想成为你的那个人。坚信我喜欢你。途中目睹老板的被告白现场，该怎么办？老板，季总，杰信，为啥？什么有种？什么情况？我兄弟，新年同学，你觉得公共场合讨论个人感情合适吗？那我换一种客观的提问方式，季老师，我可以追你吗？认真的？我看起来像不认真的吗？难道是我以前跟你说了太多次？哎，那你通通都忘掉，你要是想要仪式感，我现在就……不必了，我不擅长处理这些问题，而且我下一站到站，没有时间去跟你讨论这个事情。抱歉地通知您，本路线公交车与跨海大桥并无停留，将一路上桥过桥，约有20分钟的告白。